机量显示窗和尖头必须直线对齐。将吸入器垂直拿好，打开盖子。将吸入器放在旁边，吐出所有空气。吸口含入口中，然后尽快深吸气。憋气10秒钟左右，或者憋到您可承受的时间限度，然后缓慢吐气。盖上盖子，旋转到咔嗒一声。结束后，请用水漱口，然后吐水。Twist Holder 是多剂量性干粉吸入器，请将吸入器放在干燥的地方，可用干布清洗吸口。当显示窗显示数字1时，表示剩余一剂药量。使用后，请用新的吸入器。